给孩子的市集又来了，爬爬亲子创意市集。今年共举办三场，时间分别在9月28、10月19以及11月30日的周六，地点在竹北的爬虫公园，下午1点开始至5点。每场活动总计约40多个摊位及造型胖卡餐车，活动前100名的孩子可领棉花糖兑换券，只要参加闯关活动就可领小礼物，还可以参加手工木屋的抽奖。这次的首座摊老师卡斯坚强，有些你可能已经在电视上看过，有些是在报纸被做专题报道，不管有没有知名度，最重要的是大家都认同陪伴孩子一起玩是给孩子最棒的礼物。舞台活动上特别规划可以跟台下孩子一起互动的表演，特技呼啦圈、小丑气球、摩登舞蹈教室、互动魔术、川剧变脸、声音模仿、欢乐泡泡秀等精彩的活动，这三天记得要留给孩子跟自己一个无价的回忆纪念。主办单位竹北市公所、竹北市民代表会。